主料：小麦面粉500克，芝麻花生馅200克。辅料：纯碱。准备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发酵好的面团柔光滑放面板上，揪成面剂子，擀皮。准备芝麻花生馅，面皮上放适量的馅，捏紧封口，封口放下面做成馒头坯子，摆放在蒸锅里，盖上气蒸20分钟，关火虚蒸3分钟。蒸好的馒头，烹饪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